现在这首歌叫《阿大言毕》，是我大学的时候写的，因为就是写了这首《阿大言毕》之后，我就言毕了。就有时候很害怕事情，反而就是都会成真。可是言毕这件事情，在我大学的时候，觉得是就是天快要塌下来一样等级的事情。但是到我现在再回去看这件事情，就觉得怎么好像还好。这就是验证了我朋友庄子说的，就是。 你在看，就是面对难关的时候，你可以站在一个无限的角度去看它，就是有可能，譬如说你现在20岁的话，那就想象你现在70岁，然后你看你20岁发生这些事情，你就觉得哎、好像，对，就变得很小的，因为视力退化了。这就是，对，我觉得我朋友庄子真的讲蛮有道理，然后用这首歌，祝大家那个美梦都可以成真。 不要睁着大大眼睛，不要屏住你的呼吸，不要一直耍坏脾气，不要装个假惺惺，每一次见面都像是梦境，不记得你说过的点点滴滴，这些东西今天都还给你。 变成一场无止境的逃避，不要放弃，爱值得证明。到底行不行，是谁在决定？山穷水尽是你找毛病，我只问可不可以再让我重新？ 不记得你说过的点点滴滴，这些东西今天都还给你，变成一场无止境的逃避。不要放弃，要去个证明，到底行不行是谁在决定？山穷水尽是你找毛病，给个机会。 什么问题？爱的美丽就一鼓作气，打开双手，都在那细细。到底行不行，是我来决定，却只问可不可以？不要放弃，要去个证明，到底行不行，是谁在决定？ 我要创造台湾奇迹，我要总是讨你欢喜，不要，我情愿有分离，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 Yeah.